啊，那个，我说的过春节，我跟我妈的忙家里啊，过完正月十五，我妈陪我来的，他们家人，上那个沈阳车站接的我们，到他家，到他家以后，两个人就是都是一见钟情吧。后来就照片和人差别大吗？差别不大啊啊，后来就相处了。后来我妈过一个星期就回黑龙江了，我呢你就留在沈阳，我就留在沈阳，反正就说的就结婚呗，赶紧结婚呗，省得那啥闲言碎语的。对，我觉得你这样婚姻非常的神奇哈，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。我属于闪婚，三个月就结婚了。那为啥离呀？他就是90年就下岗了，下岗了之后我就出去工作嘛，嗯啊，孩子也4岁了，我出去工作，上饭店当服务员嘛，后来自己开饭店，开饭店那肯定你得要热情啊，招待顾客啥的，他就是多疑呗。错误和那什么都不是一方的，各打50大板呗，那就。我是93年离婚，他是07年去世的，脑出血。之后你们有联系吗？在这些年当中，也有联系，因为孩子不判给他了吗？任何原因。也不应该阻碍这个母亲抚养孩子的责任。男嘉宾一直在仔细的听，这又算符合你的要求了，符合一半、是不？啊、一多半了。一多半了，已经。不是，人都在变。对，年轻人都在变。就是面对这样的一种性格的人，你觉得你咋样？我不是那么老古板，你像古董似的。那个你是工作，你干什么的？哎，我说话难听啊，你要上服务行业你是不是得笑？现在窗口上我还得笑呢。